年转三周。后内螺旋线，双人联合旋转。第五组的阿克塞尔托举，编排步伐。萨夫夫两周的抛跳，第五组的反拉索托举。来自齐齐哈尔市冠军花样滑冰运动俱乐部的史文宁和王志宇，今天发挥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，比在北京站的时候还要进步更多。在北京站的比赛当中，他们最终是获得了第五名。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接阿克塞尔一周，再接 Tolub 两周的连续跳，两人的动作质量不仅完成的高，连同步性都做得非常的好。萨霍夫三周，这是他们在北京站当中失误了的跳跃。
后内螺旋线